来，快快闪开！哎呀，刚才没把我手给我夹上。这路跑这么快啊？对呀、啊，咱要从哪里入的海？下东海。喂。哦，好，小心点，别夹手啊。哎呀，你真好。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从我身边过去，你就不问我一声今天怎么样了？哦，对了，你今天怎么样啊？好多了。买什么了？咱们家俩大腕想吃海鲜，我怎么忍心好拒绝？呵，你趁我生病想收买人心呢？你哎，你俩龙虾个个都挺宽实的。嗯，肯定特好吃。行了行了，别瞎玩了，一会儿真把手给夹了，放回去。快快快，搁水里，一会儿死了。过来过来。过来听我给你们讲讲知识。来上上课。啊，知道刚才你拿的那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吗？啊，叫辣姑虾。知道过去农民有一句俗话吗？叫听辣了姑叫，还就不种庄稼了。就这句，那辣了姑长得跟这差不多。可是菜市场人管这个叫小龙虾。知道吗？饭馆专门有道菜叫麻辣小龙虾，简称麻小。来来来，咱能别在这儿打口水仗了吗？对，我们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对对对对，关于这个正宗大龙虾的事儿啊，咱们下回再讨论，成吗？对，先吃这个，能生吃吗？嗯。孩子们，快点！流言小雨吃刚出锅的小龙虾喽！快快！老板万岁！对。太棒了！哎，我告诉你啊，这些头发全归我。哎，为什么呀？这你都不懂了吧？吃哪补哪，是我爸小时候告诉我的。哎呀，这些钱子呢，就都归你了。哎，不要补脑子，还补我呀？好了好了，吵什么吵？都有份，想吃什么吃什么，吃的里还有 一大半呢。等明天我接着给你们做啊。梅梅，快出来吃饭了。那不用叫我妈了，我妈不是光喝粥吗？再说了，她不是让您等她煮好了以后再叫她吗？哎呀，这个小雪呢也出去和蛋明们吃饭了，这些小龙虾就全都给咱们仨啦。妈，妈得什么病连小龙虾都不吃了？嗯，什么病？没口福的病呗。走，不管他们，我们吃吧。啊，哎，这头发全给我啊，拿着头全给我。好好好，这还有一个都归你。全给我，哎，对，给给给。哎，头全给我啊，把头给我。嗯，嗨、哎。怎么回事啊？啊，夏东海，你看见没有？这孩子这么会可跑三趟厕所了。嗨，甭操心，肯定是吃多了。哎呀，说不让他给我抢吧，他非跟我抢。哎，补脑子不是那么容易的。嘿，你说你是行你，我得找他看看。哎，妈，怎么了？小雨，爸，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小雨拉肚子了。啊？他吃什么了？小龙虾，我亲自给做的。糟了糟了糟了，什么糟了？哎呀，我刚才啊听说有一些污水处理厂用小龙虾来清除污水，然后再把小龙虾拿到市场上去卖，我怀疑、夏东海，小雨吃的肯定就是处理污水的小龙虾。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啊，你把这些有毒的东西拿回家里给孩子们吃，你真行你！嘿，我冤不冤啊？是他们自己嚷着要吃的，怎么又赖上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小雨啊，还有什么别的中毒的迹象没有啊？啊，哎呀，中毒啊！哎呦哎呦哎呦！你就别吓唬他了，什么就中毒了？哎哎哎，我这叫吓唬孩子吗？哎，你知道什么叫拿小龙虾处理污水吗？就是用小龙虾吸收水里的有害物。哎，你知道那污水里有多少有害物吗？啊，夏东海同志，有多少有害物质让那些小龙虾吸足了之后再让你买回来给孩子们吃啊？我告诉你，痢疾白喉、甲肝乙肝、废水、化学毒素，铅能让人铅中毒，汞能让人汞中毒，还有砷，那耗子药就用它做的。哎，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要都像你们说那么邪乎，我怎么没事？我吃了好多啊，还有刘星，他也没少吃。不，年龄不一样啊，他吸收能力不一样。哎，
我告诉你，往往这种情况都是年龄小的先中毒，个矮的先中毒，就这么回事。我估计下一个肯定就得是……哎呦！夏东海，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再重申一遍，他们绝对就是吃撑了，绝对不是中毒，我保证。哎，你凭什么保证啊？我凭我是个好爸爸，我爱他们还爱不过来呢，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儿子下毒啊？不是说你有意识下毒，你是属于过失伤人，糊里糊涂的就把那些小毒龙虾就给买回来了。啊，行了行行行，你也甭急了，妹妹。哎，不管是吃多了还是中毒，我都认了。我这就去把剩那一半龙虾我全给扔了。你扔啊？妈妈不是觉得是吃中毒了吗？您不是觉得委屈吗？我看这样吧，咱们呀先把那些小龙虾养起来，我回头想办法调查一下，看看那些小龙虾是不是来自污水处理厂。这样这个事情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嘿，行。这像是有病了呀。是啊，神经病。你听说过有中毒得神经病的吗？嘿，我发现夏东海，你这人怎么一点科学都不讲啊？中毒你以为都得是急产啊？中毒有的时候它那个发作是很缓慢的，它呀会先刺激你的循环系统，然后呢破坏你的中枢神经，一旦发作无药可治。嘿，你别老往中毒那儿诱导他们呀，你想他们恨死我呀。爸，我们不恨您，我知道您不是故意要害死我们的。人父亲如此无怨无悔，这两个孩子多懂事儿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谁想毒死你们了？小雪，怎么样，快小龙虾是在屋里，你是就快说啊！先让我喝口水。你还喝？我的宝贝闺女，你哪有功夫喝水呀、啊？你快说！都快急死了，宝贝儿，我的宝贝闺女。行了，你拍什么马屁？拍马屁也没用。快说谁？快跟爸爸妈妈说呀！我们等了半天，这着急呢。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呀，刚从一家污水处理厂回来。啊，怎么样？经过了解。这家污水处理厂确实有用生物处理污水的环节。并不用小龙虾，所以呢，用小龙虾处理污水的传闻并不属实。哈哈，好了，我差点成了窦娥呀，现在终于可以给我平反昭雪了吧？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跟你爸爸道个歉。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疼啊！怎么样？看看啊！我说他们没中毒，你们还不信？现在知道结果了吧？事实胜于雄辩。太好了，反正事儿已经过去了嘛。夏东海，那我就在这儿正式的再给你道个歉啊！对不起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决定一会儿就下厨为你们麻辣那些小龙虾。急呀、啊！我得先把那些东西先给麻辣了才行呢。麻啊！还没说完呢啊！虽然用小龙虾处理污水的传闻并不属实，但是咱还没弄清楚那些小龙虾是不是在污水里长大的呢，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受了污染什么的？所以啊，咱们还要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啊！
结果呀。哟，小雪回来啦。小雪回来了。哟，你带个桶干嘛呀？这个呀是从污水处理厂带回来的工业污水。啊？嘿，你带这么一桶污水干嘛呀？我想搞一个实验。嗯，实验？什么实验？就是将小龙虾分别放进一桶污水里和一桶清水里，看看小龙虾能不能在污水里生长。如果能的话，就说明小龙虾是从污水里长大的。到底弄清楚没有啊？小龙虾到底有没有毒啊？哎呦，求求你们俩能不打岔行不行？我们这不正讨论呢吗？很快就能弄清楚了。对，如果污水里的小龙虾死了，那就说明小龙虾是在清水里长大的，你就必须还我清白。清水里的小龙虾死了，就说明它习惯在污水里成长，搁在清水里反而受不了。那家就是被污染的虾，对，那买虾的人就死定了。那我们也死定了。我都快让你们给我逼疯了，行行行，光归我。来来来，快快快，实验实验。活分，哎呀，别碰，待会儿夹着你。哎呀，没事，夹不着人的。哎呀，爸拿过来玩过好几次了。这也不是螃蟹，那钳子特别的硬，特别的夹人。这是小龙虾，知道吗？那没知识，还耽误我姐呢，还搞这个。你们俩要是再说的话，我就不管你们了啊。管不管？真是的，吃了。对，吃了，再也不理你们了。你们在嚷嚷什么呢？啊？哎哎，我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嘿，看看这清水的小龙虾多活泛啊！我就说嘛，小龙虾肯定是在清水里长大的。啊？尤其是我买的小龙虾，怎么可能是污水里长大的呢？爸，嗯，关键是这污水里的小龙虾也特别活泛，都快蹦出来了，怎么办呢？哎，这。嗨，这个道理更简单，你不明白吗？正说明这个小龙虾呀是应该在清水里长大的，因为它不适合在污水里长，它在里边它特别难受，它喘不上气来，所以它着急要蹦出来嘛。我要老把你关在那厕所里，你着不着急啊？你是不是也着急往外蹦啊？那倒也是。我建议啊，给他们取个名字啊，成。你看啊，这个是清水里的，就叫小雨；污水里的就叫流星。凭什么呀？凭什么清水里叫小雨，污水里就叫流星啊？啊，我当着怎么说？如果你要是真要起的话，咱就起一个外人的名，别起家里人。这个清水里的呢就叫鼠标啊，污水里的呢就叫键盘。好，这还真，反正他们俩人也不在。哎，这鼠标是干嘛呢？你们怎么这么热闹啊？你们俩这肚子不疼了是怎么回事？起来起来，我看看啊。看看，哎，妈，我告诉你啊，现在啊，我和鼠标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啊，他高兴我就高兴，他有毛病我就有毛病，他要死了我也得闻。鼠标碍什么事儿啊？你，哎呀妈，你看他多无聊啊！他非得给这些小龙虾起外号，把这个清水里的小龙虾叫做鼠标，这污水里的小龙虾叫做键盘。嘿，夏东海，孩子干这么无聊的事你都不管啊？你还在边上呵呵乐啊？不是，这不是为了实验便于区别他们吗？哎，暂时就让他们受点委屈吧。行呀，哎，你们看。这键盘从那游泳的，嘿，嗯，是是，这怎么回事啊？啊，这鼠标和键盘怎么就没什么区别呢？这还不简单吗？你可别忘了，小雨是吃了这东西3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拉肚子的。哦，太急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诚心讲的冤案进行到底啊？你？鼠标啊，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在清水里死翘翘了，我也得玩呐，鼠标。键盘，键盘呀，你快点死吧！你只有你在屋里。我去。
上帝，不要死了啊！夏东海，夏东海，快快快过来看看看看，怎么了？看看你怎么解释？怎么了？快快快！不要死了啊！嘿，这。啊，对呀，我这个鼠标这死的对呀。水清则无鱼，这水太清，它里边就没有营养成分，没有微生物，所以这个鱼和小龙虾在这个清水里都无法生活嘛，所以就死了嘛。你看这个污水里的小龙虾活得多活泛啊！你看看，这更说明工业污染水对小龙虾一点影响都没有。嘿，我觉得你爸爸说的有点道理。怎么样？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要这么说的话，那不也就证明您买的那些小龙虾是从污水里长大的吗？我大肚子啊，大肠啊！哎呦哎呦哎！你怎么也跟着哎呦上了？我难受啊！哟，夏东海，你难受啊？哪儿难受啊？伸出舌头我看看。看什么看？啊！我心里难受。是不是都是因为你病了，我替你干的家务啊？他们一个一个哭着喊着要吃小龙虾，我才买的呀。我的好，好像成了驴肝肺了。这出点事你不但不谅解，还在那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什么长期呀？你这是什么贤内助啊？还患难与共啊？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都是这些小龙虾惹的祸，我。妈，你干什么去啊？干什么去？这还不明白吗？瞧瞧瞧瞧，这就病发了。再这样下去，全家都得上医院，我都快得神经病了。我没那么严重。到我说吧，这些龙虾虽然能在污水里生存，但也不能证明老爸买那些龙虾就在污水里长大的呀。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龙虾没被污染，是因为他们的抵抗能力特别强？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么说，我们吃的小龙虾是绿色食品，还可以抗污染。哦，我的肚子感觉很好啊，我的肚子也不难受啊。一会儿好受，一会儿难受的，能不能不折腾了？我都快让你们整疯了。说呀，这些小龙虾就先甭扔了，妈，回头我再去调查调查，看看这些小龙虾是在哪儿长大的，然后就有。有什么？你还准备再调查调查？还让这些在咱们家里继续养着？孩子求知欲强是件好事，咱们应该支持。我坚决反对！我告诉你，再养都养出第二代了。我现在一看见龙虾，我犯病了，我。哎哎夏东海，嗯，你说那些小龙虾在咱们家养这么些天，哼，冷不丁一没有，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哈。哼，你还是最好学着适应适应吧。他们在咱家这几天，好嘛，我都快给刺激疯了，我到现在劲儿还没缓过来。大妈，小龙虾又有最新消息了。什么什么什么消息？我刚才呀，去了一趟水产部的市场，调查了解，原来老爸买的些小龙虾，在养殖场里科学喂养的。哦。都是在养殖场当宝贝似的养大的。我说嘛，那怎么可能和工业污染有关系啊？小雪的调查绝对有价值。正因为这些天的调查，大家才增长了知识。市场上卖的是饲养的，但小龙虾有野生的。啊？你瞧。人家还说了，野生的也能吃，龙虾肉没有有毒物质，但是呀，千万不要吃小龙虾的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吃头啊？因为小龙虾一旦被污染，它的脑子里呀就会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吃多了呀对脑子特别特别不好。怎么你都麻烦了，这些小龙虾的头全让我一人给吃了。靠边，妈啊，我脑子里肯定中毒了。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让我学习了，千万不要再让我写作业了。哎，你也不能怪我，要怪你就怪我爸和那些小龙虾吧。
点酒，在公园广场，要是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祝福这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这时尚，什么什么队的美颜。